恩典365，咱们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话语的爱和恩典里面。这一系列跟大家分享怎么读圣经，怎么灵修，怎么亲近神。真的不要把灵修亲近神只当作只是读圣经，先调整我们的态度，我是要来亲近神的，我就在读经当中亲近神，我要听他在向我说什么话，我也要向他说话，然后我要有一个好的态度，一个对的态度，一个渴慕的态度。我渴慕今天我遇见神，渴慕今天在这段圣经当中主向我的心说话，求主恩待我们有一个渴慕如露切慕溪水。接下来今天继续跟你分享说，昨天讲到说，当我们渴慕就会默想思想神的话。而为什么愿意花时间思想神的话呢？昨天和你分享的那段经文讲到说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。一个人会渴慕神的话是为什么？是因为我里面对神有一个爱。那感觉好像什么，就是谈恋爱的时候读到情书嘛。现在大概很少有人用写的情书，都是用 Line 啊，用 WhatsApp APP， 用这些这个微博啦，用这个 FB 这个脸书啦。但是你知道说，你很爱的那个人写一个私信给你的时候，你有多快乐？如果你正在谈恋爱，别的私信你都不看，看到他的那封进来的时候，你再忙也停下工作，就说：哎呀，他写信给我，赶快打开来看他在说什么，看一遍，看两遍，看三遍。如果上面他只是很简单的说：你在干什么？我好想你。哇，那句话多美，那个我好想你，反反复复的看，为什么？那是一个爱的关系。然后不断的还要把它存在信箱，那不可以删掉，因为他说他好想我，那是爱的关系。为什么可以反复思想，昼夜思想，隔了几天还拿出来思想？因为那是一个爱的信。你相信吗？圣经真是神写给你的一封情书。在这封情书里面，好像过去在上个月里面，我们和弟兄姊妹分享启示录的那七间教会，每一封神写给这些教会基督徒的信里面，都有一句话说，圣灵写给众教会，写给这些基督徒的这些信，有耳可听就应当听。你怎么样能够听到主今天透过这一段圣经向你的心说话？因为里面有一个渴慕，渴慕主向我的心说话。你里面有没有一个渴慕？渴慕神在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在神面有一点安静的心说：主啊，帮助我们跟你之间有一个爱的关系，帮助我每一天读圣经，听你向我的心说话，不只是因为我今天有一个需要。主啊，我今天工作上遇到一个重大的困难，主啊，我今天在我的婚姻上面有难处，我的健康上有难处，所以主耶，我很想读圣经，我很想听到你对我说什么。你知道，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只停留在这里，有一天我的婚姻问题解决了，我的工作问题解决了，我的身体问题解决了，你就不会想亲近神了。因为你只把神当做什么？当做医生，就是有病的时候找医生，当做 7-11 就是想买东西的时候去找他，有人没有事的时候跑到 7-11 逛一逛吗？不会，因为你不想买东西，你就更不想进去。你没有不舒服的时候，你不想去医院看医生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需要。但是我们跟神之间不能够只是一个需要的关系，是一个爱的关系。如果是一个爱的关系，没事我也想见他，没事我也想听他跟我讲话。真的，我很爱我的家人，有时候打电话回家，他们就说：把什么事？那个前面师母问说：小恩什么事？有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事，我只是想听听他们的声音，只是想跟他们随便讲几句话。跟我女儿讲：你好不好？今天在学校好不好？她说：好啦，爸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我没有要说什么，我只是想问你好不好。那是一个爱的关系。祝福你跟上帝之间有一个爱的关系，以至于你有一个渴慕，我要听见他对我说话。你能不能够听见主向你的心说话？有一个关键，就是你里面有没有一个渴慕。我打开圣经不是做功课，
把今天的功课做完了，关起来，我就可以去睡觉了，我可以去上班了，我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，我可以看电视了，我可以上网了。不，你里面跟神有一个爱的关系，以至于我灵修亲近神，不是做功课，不是完成一个任务，是我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。祝福你，增加，求主增加我们对他的爱。
前我清心无意，主啊，我真爱你，真心真意，全心全人，有你我就喜乐，有你我就满足，你是我最爱慕，真心真意，全然爱你，全心全人归属于你，有你我就喜乐，有你我就满足，主啊，我真爱你。